柯文哲现在一直在骂说什么我们名嘴啦，到处编故事，那你出来反驳我啊，比如说我问你陶朱引员啊，你为什么不敢反驳，你为什么不敢讲，然后永远就 套一个帽子，就说哦，你们都在编故事，然后他就不回答。我觉得不回答是柯文哲现在面对所有事情的这个 SOP 哦。现在对柯文哲来讲，什么事他都能做哦。他们这个党，他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那他们都觉得他们这个就代表社会正义跟公理哦。所以呢，所有的东西都在他们自己解读。就像我讲说，这个司法应该要这个不可以有泄密哦。但是柯文哲出来喊说，你今天为什么来搜索我？你今天为什么要约谈我？你把证据拿出来。那我就讲啊，你不前面讲说叫侦查不公开，不可以泄密，后面你们就跟人家要求，就是说你把所有东西摊出来啊，给社会看啊，给社会讲。那你跟我讲你的逻辑在哪里？但对不起，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跟他讲逻辑是自己侮辱我自己啦哈。我就觉得你这法官真的很奇怪，你把市长当什么东西了？陶姐呢是把郑文灿当成一个伟大的东西，好。市长当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实质影响力怎么样？所以升压再升压，即使这个物件都已经凑齐了，可是你觉得他还是卸任很久之后，还是会影响到很多人。嗯、那你柯文哲也一样啊。如果你的司法的逻辑是一样的，今天司法为什么得不到那么多人信任？因为你们的逻辑，大家就是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那如果你市长，你这还有所谓的实质影响力，照郑文灿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你不是应该把他升压吗？因为他还会影响别人做串控的动作，不是吗？嗯、可是你偏在这个时候觉得柯文哲作为一个市长什么也不知情，我只要装笨蛋，我杀人放火都可以，因为我不知道杀人放火会犯法啊。如果你依照这个法官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我做了，我不知情，那这样就可以免罪吗？今天法官最坏的示范就是这一点。我讲啊，就是说当然这个事情要经过司法定验完了之后，谁有罪谁没罪，反正我们经常这个翻盘的很多啦、哦、但昨天这个社会上有一个讨论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羁押庭的法官哦，他的这个用字跟遣词里面，是不是把所谓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一个叫做这个强制处分跟所谓的司法判决把它混在一起了、哦、就说你如果觉得他，比如像刚刚敏锋讲啊，我可能不觉得你今天有严重到说哦，我是这个涉犯贪污之罪条例里面的违反职务受贿罪哦，跟你有没有涉及图利，事实上这些东西都还需要到后面经过法院的去审判。但是是不是在这一端里面，今天他已经跟你讲说，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事实上这个庭本来在做的事情，就是针对检方申请要这个所谓羁押禁见的这个部分，你觉得可不可以？因为你现在所有的东西并没有所谓的法庭上面的攻防跟辩解，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结果法官现在看起来他在整个的这个才是说不羁押里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哦，你今天这个柯文哲还有合理解释的空间，你没有办法证明他知情或什么。我知道昨天法界有些这个讨论，昨天法界在讨论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做了实质的审判、审判阿贝无罪、但是我不觉得、因为我们收羁押的条件是五年以上的重刑，对，是一个嘛，然后有逃亡之余，有串供之余，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检方你提供的证据啦，好，能不能足以说服法官啊，对，真正重点在这一个啦，对，重点就在于你北检有没有说服法官。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的政论界或是在这个新闻讨论上，这个100%柯文哲的图利罪是已经成立了嘛、因为有议员已经执行过了，然后有议员已经跟你开过三次的就是市长已经告知过你了，然后议员也提醒过你是有这个，你怎么可能、你在任内的时候你就已经听过苗博雅的质询，你怎么可能到现在你还说知不知情，而且你自己也亲口讲过我只是图利而已啊、这句话就代表你知情，而且你是代表你说你是图利而已、这个为什么北检这些话到底有没有列入所谓声压这个柯文哲的证据里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事情啊。所以说今天的意外出乎很多人的想象，所以说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北检我觉得你是不是还要再补强证据是真的。